网曝井柏然将出演默读中废读一角，井柏然否认不演，别意外。近日网曝井柏然将出演默读中废读一角，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围观。默读是晋江小说家 Priest 所写的一本耽美文，共180章和5篇番外。说这些可能有人会疑问，没怎么听说过，但说起镇魂和山河表里，大家可能就感到熟悉了。所以井柏然要出演这种耽美剧就太醒目了。为此很多书粉还跑过来骂井柏然，称其不适合出演这剧。而今井柏然亲自站出来否认出演默读，不演勿 Q 别意外，谢谢。除此之外，也有网友站出来表示，在前天遇到过井柏然本人，他表示下个角色并不留长发，也不演贵公子。